这呢，啊，应该先礼呢过去式啊，敬畏来际啊，一切佛。那敬畏来世，那就说啊，过去式那还有要礼，那未来世呢的一切佛呢，这也要礼。那现在的佛呢，那也要礼的。那如等啊，既然啊已经发了殊胜的心啊，那么大众生已经通过了。那我们来执行求受菩萨戒，就不能怕辛苦了啊！这个仪式呢也是蛮长的了啊。那现在呢，听啊引礼时呢一引导，那我们来做前方便，然后受戒的。那此时呢，那应坐观用心，随引礼时的引身顶礼十方三宝。那要注意一点呢，受戒者呢必须要恭敬至诚啊，随声同礼，不得身口层次的那心意散乱，就是身口一定要收拾回来。好，好，随引礼时应声坐观啊，顶礼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诸佛。各称法名，毕竟天佛thank you.
善男子善女人等，阿弥陀佛，我可为汝等受菩萨戒，当摄性地受，不得腐散。九零